Daddy 的车啊，这什么神奇的车？他就走出去啊！他怎么看起来这么酷炫？这是 Supra。那 Supra。是吗？不是啊，这是什么车？这怎么整？充电式油电车。他为什么？它为什么这个颜色长那么？它为什么长那么？这是新的吗？应该吧。为什么长那么酷炫？我觉得它的车头很酷炫。它可以充电啊。对啊，看起来很酷炫。